可以看到魏族在历经了两千年的流浪生活，他不断讨伐怪物的侵略之后，地狱再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，以健康的体魄和坚毅的精神自豪，生命及防御力强横，由神机的创造代表职业为重剑士，挥舞着手中的巨剑，扫荡战场上无数的敌人，以强大而且连续的攻击方式来击败了对手。同时也可以看到厚重的铠甲也赋予了重剑士极强的生存保护。接下来第二个帅气登场的是帅气巨力以及快速，其前身呢是德法族舍苏拉斯创造，代表的职业为剑斗士。剑斗士是以打击次数为主，依赖较多的打击次数来取得更高更多的游戏伤害，所以我们的剑斗士在面临贫血状态的敌对目标时，部分的技能可以有提升伤害的特性。接着要各位带来的是特征是拥有尖尖的长耳，拥有强大的魔法和破坏力，他们呢所使用的武器是魔法剑矢，由神卡拉斯创造，代表的职业为弓箭手。弓箭手是和我们很距离的攻击敌人，如果陷入了缠斗，他们将会使用灵活的身巧和鱼人来进行周旋，并且巧妙地将敌人引入了陷阱当中，趁机夺回战斗的主动权。弓箭手可利用各种的箭术制造较高的伤害。最后我们出场的是最萌最可爱的艾琳，掌声欢迎。艾琳呢是游戏当中的人气主角，她呢是由女神艾丽奴模仿自己的外貌所打造出来的种子。那我们请两边的 poser 往中间靠近好吗？往中间靠近。好的，那我们首先看向前方的摄影镜头，是游戏当中